体力好的可以来工地帮忙，这样大家也能快点住上新房子。我按日给你们复工钱，怎么样？谢谢校长。太好了，我可以跟妈妈有家了。好了，贺会长，我都处理好了，现在你能开工了吗？当然当然，老板，您的意志就是我的意愿。小的们，开工。是。会长，金库门被炸开，财物全都消失了。会长，我们没有找到赤狼，连达达达族都不见了。一群废物，全体出动，翻遍荒芜之地，也把我的钱找回来。会长，这一定是有人计划的人为袭击，现场被人为清理过，我们找不到任何搬运的车辙，甚至战斗的痕迹。妖兽袭击不可能有这么周密的布局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传送门。这不是之前得到的传送门吗？皮城变成了未知空间，这个门居然还没有消失，有问题。天子，带上你的人上去搜。徐公子和我去山洞。是，会长。会长，徐公子，这就是我们搜到的怪异虫洞。真是让人毛骨悚然。荒芜之地的浓烈元气似乎都源自此地。会长，这些虫卵好恶心，不然我们出去吧。我感受到了召唤，他们似乎在召唤我体内的血魂红石。会长，我真觉得这地方不对劲儿，我们还是出去吧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我给你暖暖身子。没事，我手上的血魂红石是从一只异界虫族的尸体上剥下来的，我能感受到这些虫族的召唤，却感觉不到一丝生命波动。那个虫族是你的族人吗？会长小心。不过是我用元气试探造成的震动罢了，别神经兮兮的，收起你的剑。会长，你别吓人呐。公子别怕，我给你揉揉。走吧，把这奇怪的虫洞汇报上去，让上面的人来处理。终于把能量塔做好了。你可真厉害，这才过去了几天就把塔给造出来了。多亏了少主给的这个建筑图纸，少主说他建了几十年房子，对任何建筑的结构都了如指掌。少主看起来也不过十七八岁，真是年少有为啊。我们要不要放个敌人进来试下效果？好啊。等等等等，来了来了，大家都进屋躲好，敌人要进来了。队长，攻不进去啊，这些家伙的武器好厉害，都比得上 B 级以上武者的实力了。老头，你的老有所为队行不行啊？你看这些哒哒哒使用的异界武器都是顶级的，有的连我都没见过，就连补给也源源不断，快赶上大公会的武器储备了。这根本就是我们红公会的武器。哼，天残脚，大家撤退，快！赤狼，我知道你们藏在这里，今日你我双方各退一步，以后还能继续合作。乖乖交出红公会的东西，我们饶你们不死。喂，有人吗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。让你们见识见识老夫的绝技！发射！哇哈！什么？天蚕死了？撤退，快，都退出来！什么？天蚕老人？那么大年纪死了也正常。听说他那个老有所为队都是一群活宝，等我老了也要加入。公子，你又吐血了。你可以的。只要活到那岁数，我就让你当队长。从虫洞里出来后，我就觉得心神不宁，
现在竟然真的出事了。叔，我找到那个七队队长郝琼了，他果然没死。我已经通报给了黑工会跟应急管理部的曹无言，他们现在正往白工会赶呢，他们逃不了的。很好，这次一定要把白工会搞垮。父亲，有郝琼的消息，有人看到一个长相猥琐、头上坐着个小女孩的年轻人，在黑工会的建筑工地晃悠呢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劲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变，什么东西？邪咒！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嘿嘿嘿，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。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10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弃少，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，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弃少火热开播，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圣殿刚，解锁末世的99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在世，你是说玄机和那个叫阴机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？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妙手神医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